欸，啊，到底是谁出卖毒了没有？放出来听看卖。唔免放啦，我只讲给你听，这是一个月前的代志啊。你敢知道老婆创伊要几大？老婆创伊要受骨，一开嘴就到后十七代婆罗图。哇，算算下，你咧剩三代，我看你嘛无咧话笑着嘛。其实剩无半代。安怎讲？恁厝内边不要一代，对无？我过两代咧。伊进步六只公。你敢袂记得？我可是你好人呢。你搁他妈五四三，我袂理哦。妈的啦，讲算笑的啦。嗯嗯，我就。但是袂你一代是有条件的。老文从后个月猛然秀场开我，要叫你去跳脱离舞啦。切，我这个唯一都去跳脱离舞，保证人家走了了。我不管了，唯独市场啦，就是你种 A B D 去跳，唔再精彩，唔再笑亏。我呢个无，我甲杜南明讲，讲恁要叫伊去跳脱衣舞，伊屁股发现倒了，恁赚着呢，对无？精神啦，这种代志你嘛做错。讲什么事？我目前嘛是上班时的普罗度，叫伊去跳，真正常啊，敢有啥物唔对？不过讲坦白的，我嘛想要一台。对这个办事看起来，你讲一台好袂完对无？嗯，但是无要紧，我已经想好啊。我会甲讲老文创叫伊去跳，规无伊讲，我会报警察去甲告别。你。到时阵会记得洗的婆都来教我，哦，嗯，我先来去啊，啊。喂喂喂，我只要讲你精神，你可唔承认？老精神中已经算你开的哦。哎嘞，轻轻一刀，当真能做好你温死未个多啊？还记得哦，来老精神中已经算看病，好你温死未个多哦。啊，你有了解无？代志就是安尼啦。哦，安尼哦。啊，尾仔迄代你敢有提予伊阿兄？无啊。我看你先莫提予伊较妥当，无到尾仔你家己拢无半代嘛。无你袂我。接电话啊。喂。喂，头家啊，拄只汇丰银行卡电话来，讲你即届信用卡的钱还袂去拿无？差淡薄进前来拿。我知啦。紧嘞，紧嘞，要三点半，楼卡就是汇丰银行，快紧嘞！黄长桥，想坐一下便所系无？哦，足急便嘞！便所，我坐过买来，刚刚唔是只哦，明天看买。这间便所，这电梯啦。本说够一二三四五哦，还是爬带呀？我恁妈都啰里啰嗦啦，嗯，这么不像本说，拐边干嘛？你妈的，这大头是无本说向？嘿妹，我特别抓出来。我哩替你出电棒啊！啊你嘞？我帮广告了。你去吃屎啦？有啊。有啦，快给我叫哦！没了没了，放心吧。喂，请问是哦？我觉得穿乌皮衫唔正经，伫厝顶咧头放尿。嘿嘿嘿，我去甲看卖咧。哦，实在有够乌毛水准的。嘿嘿哎呦，酸了真紧嘛！嗯，照顾伊。我知你是久啊，今日甲恁爸去，刚才我酸了紧。哦，佮有点味吧哟，但袂少哦。佮当你才知哦，
免小辈，我嘛存真济。唔管你存偌济啦 ，CD Pro 2有钱你嘛买无啦。看你可怜我买你啦，但是有条件。你算啥？你莫有我讲话好吧？你都唔是我嘞，我都几摆惯习啊。讲三小我主人嘞，对吧？三小，告主人嘛，啊？但是我讲干。讲干在哪？都真主人啦，你都要讲什么条件？佮介绍一间拉面我熟悉。啊，你唔是讲无一个介绍好过哩？嗯。所以条件就写好过哩。哇，你的表情我看了真突然，真变态呢。嘿啊，真变态呢。喂，无理无貌的讲啊啥？我无白讲，我是我是讲，是讲我更加变态嘛，无突然变变态，有影无？你家就无看你的表，喂，你是要开车无？白晓呢？我看你今早我来突然面遐啦，啊无，我若阁继续坐你这肉卡的车，我就问出代志。你免紧张啦，我就安全气囊。啊，对啦，有一件代志，我要跟你讲一下，就是突然明影兄，我见到 CD Pro 2非常的亮光，伊找一个更加大尾的，要来对付老蚊虫啦，恁可能要较注意。迄老大是你介绍的吧？唔对啊，龙教授干这件代志，我上高啊。嗯，我嘛真高。哟，你高，佫几倍。哦，你出名哦，跳赛步真高哦。是啊是啊，哦，高大呢，下戏下情哦。听讲腾个春鸡蛋哦。这是一只蓝咖啡，为你跑的啊。伊等你足久的啊。你哪会来？你无叫我几百人？几百人？突然明，就是安尼拍招呼，唔知惯习，你讲对啊？你即摆过会突然吗？会啊，无突然明，那叫做突然明。我想问你一件代志，你要老实甲我讲，你欧巴是你啥物人？你欧巴，阮某啊，啥物代志？你某是美女，迄个话不过是你的细姨尔。你也知？我调查者就知啊，你惊无？虽然伊放杀我对你走，拄啊开始我实在真袂爽，但是即摆袂啊。无安尼好无？你顶过介绍一台啊，内件不落注意台卖我，好无？好，我明仔叫人送过来。十万块刷卡。卖现金。你等我，我随来领你。